科这两天发烧的人就特别多，大家注意个人防护。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盼惊奇，我是大宇。我在干净世界频道的新拍早茶栏目试验了3周了，我们现在呢做一下调整。那本周开始，小栏目改为干净舆论，不定期播出，但是呢一周至少3次，每次呢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公布一下，播出时间呢也有更改，不是早上了，而是我们每次本档节目播出的同时，在干净世界那边呢就可以看了。那今天就有啊，今天的话题是中国人涉嫌闯关美国南部边境的新路线。希望大家在继续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的同时呢，也多多关注我在干净世界上的新闻盼惊奇频道。那当然了， YouTube 这边也有加播，就是 Shorts 短片。那么最近几天呢，我看到网上传出了一个消息，说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死了。他是1923年5月27号生人，马上就100岁了，现在是99周岁，年纪确实比较大。我就马上查了一下，发现英文媒体这边呢根本就没动静，维基百科也没添加基辛格的死亡日期，只有生日。那中文媒体那边呢，主要是中国大陆的网页上啊，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为数不少的议论基辛格死讯的网站霸占了搜索结果的第一页，甚至呢还有基辛格的讣告，有的人呢还在回顾他的生平，这些都写的是情真意切啊，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这个人真死了一样。虽然没什么大新闻网站的消息，但是不求甚解的话呢，还确实有点让人真假难辨。中国人又没法上外网，我真怕这个时候啊，我要上去喊一声，我说基辛格没有死啊，有的小粉红啊会说我造谣。国内门户的网站网易呢，也是大大方方贴出了基辛格去世，享年99岁这样的标题。其实呢，文中是在辟谣啊，但是呢，就这个标题那么明晃晃的摆在那儿，不点进去看呢，反而会成为基辛格死亡的一个又一个说法。不过呢，这样的消息呢却没有被审查机制极度敏锐的中共当局封杀，任其流传。要知道啊，网上要流传什么样的消息，在中国的人群中造成什么效果，达到什么目的，这些当局宣传部门呢都是精心在做，绝不会让任何一个消息随随便便广泛传播，即便有意外也会火速进行围堵处理。家长在教育小孩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那方式方法多了去了，甚至成了一门学科。那么共产党在统治你们的时候，又怎么可能会简简单单的操作呢？手段是非常的精致。那实际上啊，这基辛格的死讯起初由大陆的一个娱乐记者发出来，看似有意无意，但广泛的流传又没遭到封杀的背后呢，可能是北京当局对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近言论的不满还有警告。2月6号，99岁的基辛格在美国一场纪念前总统里根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提到了美国当前至少面临的三大国际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共对世界秩序的挑战，然后呢是未看到止歇迹象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接着是伊朗继续发展核武器的已经迫在眉睫的危险。除此外呢，他还做了个未来警告啊，说现在 AI 人工智能自身啊正在向人类意识转化，听上去呢意思是在说这个人工智能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在演讲中啊还提到了 China's ambition， 就是直指中共国的野心。这些话呢令听惯了基辛格软言蜜语的中共体制似乎有点难以下咽。在中国网络上甚至有一篇文章提到说，基辛格还说中国在挑战国际秩序，万不得已时美国可以对中方动武来解决问题。这种话呢如果是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口中说出那不意外，但从基辛格这个长期的熊猫派而且是熊猫派鼻祖的这样一个人的口中说出啊，可谓是危言耸听。那问题是我查遍英文报道也看了基辛格的很多现场演讲的原文，就是没找到这句话的出处。我发现啊，国内的报道啊公众号文章的议论对美国乃至很多西方国家言论臆想的成分相当大，而中国人呢又没有国际的舆论环境，在那个中国言论的大闷锅里面看到什么可能就是什么了，对西方的假消息层出不穷，但是却不见当局辟谣。
说基辛格提议对中国动武的粉红作者，意思是呢，连基辛格这样的人都看不惯中国崛起了。哥们儿们啊，不能忍了，西方仇视我大中国的气焰越来越嚣张，跟他们干吧。那整个文章呢，也用了一个完全虚构的讲话，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充满记恨的受害者心理。可是呢，这在中国却不是孤立，这么多年来啊，中共就在制造这样的民众心理，西方瞧不起咱们，跟丫的干吧啊。中共完整虚构了一个西方敌人形象，在封闭的言论环境里成了煽动民族情绪、塑造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依托。那基辛格呢，是美国断交台湾中华民国、建交中共的重要推手，起到绝对主要的作用。那实际上呢，这个人虽然在近期演讲中啊，说到了中国野心，并且认为中共国在挑战当前国际秩序，但是他主张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转向强硬，甚至他还批评过拜登啊，认为拜登对中国都太强硬了。在去年七月，基辛格呢还建议拜登政府对待中国要有尼克松式的灵活，不能跟中共国陷入无止境的对抗吧。而在川普执政时，川普政府将11名国防部的政策委员会的知名顾问除名，其中呢就有亲共的基辛格，还有另外一个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当时被认为是对中共转向全面强硬、清除杂音、清除华盛顿沼泽的一个象征动作。因此呢，基辛格呢还远远没有达到对中共强硬的地步啊，这样的人呢还没对中共说什么呢，对方就已经在诅咒他去死了。那咱们就能知道，你亲共，共亲你吗？基辛格虽未死，但另一个主导美中建交的主要人物，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却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甚至可能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美国媒体就发出讣告了。2月18号周六，卡特中心发出声明，称现在98岁的吉米·卡特不再接受额外的医疗干预，选择把生命的最后时光跟家人度过，并且宣布对卡特进行临终关怀。这通常是对癌症或其他任意绝症患者，当任何治疗都逐渐失效的时候，转而选择用这种镇痛的药物，或者是提供心理上的充分关怀，改善患者临终前的生活品质，来让生命倒计时的患者安详离世的一种照护服务。卡特是美国第39任总统，如果说美中关系是在尼克松任期内破冰，那么美国与中共建交的临门一脚是卡特踢进去的。1979年1月1号，美国断然跟中华民国结束外交关系，与中共建交，这发生在卡特任内。但是整个这件事的幕后主要推手就是基辛格。那当然了，有人认为基辛格这样做有利于美国专心对付苏联啊，但同样有很多人因此骂基辛格。但不管当初这事儿怎么说，时至今日，基辛格呀还不想对中共太强硬，可中共那边啊就是越来越咄咄逼人，战狼风格没有任何改变。美国前国策顾问余茂春对大纪元说，王毅的表现反映了中共对美政策的一些基本的战略姿态，就是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美国态度无论软硬，中共都认为美国在围堵他。余茂春认为呢，美中有些基本的意识形态、制度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有些矛盾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互相都别再抱幻想。2月18号，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抨击美国在气球事件上的做法，是政治闹剧，击落气球是歇斯底里。那当天下午呢，他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进行了不公开的双边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双方会晤后的声明，提到布林肯见到王毅之后立刻点题，强调中共间谍气球出现在美国领土上空，是对美国主权和国际法不可接受的侵犯，绝不能再发生，并明确表示中共间谍气球已经是侵入了五大洲40多个国家的领空。布林肯重申啊，美国将毫不含糊捍卫利益。而中共的新华社也在随后发出报道，文章一开始呢就写着那句永恒经典的话，王毅是应美方请求去跟布林肯非正式会晤的，哎，就必须是得对方邀请，哎，就必须是公主心，就这种细节之处占便宜的做法已经见怪不怪了。然后呢，文中提出王毅向美方指出击落气球是典型的滥用武力，表达强烈不满，严正抗议，说美国要拿出诚意正视并解决滥用武力给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
而且呢，一旦美方执意借题发挥，炒作升级，扩大事态，中共必将奉陪到底，要美方啊后果自负。那这种语气我们在2021年3月的阿拉斯加会议上就见过了，外界其实并不完全意外。但大家注意美国的声明哦，是罕见的没跟中共客气。美国国务院呢在声明中提到的侵犯主权绝不能再发生，毫不含糊捍卫国家利益等等，都是非常坚决的语气啊，几乎抹掉了很多客套话还有外交辞令。搭配上中共方面的奉陪到底，美中两边针锋相对的程度至少在书面上似乎从来没有像如今这般深刻。而中共目前给外界表现出的政策混乱呢也是很显著的。今年年初貌似要调解跟美方的紧张关系，跟俄罗斯保持距离，可是如今呢依旧不断对美方进行刺激。最主要的还不是言论，美国那个刚刚发出的声明中啊还直接对中共用了警告二字，说美国国务卿警告说，如果中方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或协助其系统性的逃避制裁，将产生影响还有后果。那实际上美国媒体近日呢已经曝光中共在缓慢出现向俄罗斯提供致命的军事武器援助，同时呢还尝试不要被外界发现，可还是走漏了风声。对媒体透露消息的美国官员呢掌握更具体的情报，只是呢不愿意详谈。还有其他美国高官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时提到北京在悄悄加深跟莫斯科的关系。按照正常套路啊，从中共年初的表现来看，他是想缓和跟美国的关系，但是呢现在又加深跟俄罗斯接触，一会儿打东一会儿打西，政策混乱。这看上去是习近平的智囊团或者那些高层幕僚最近争论的很厉害。这也不新鲜，早年日本军队啊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也是有少壮派还有温和派之分，政治一向如此。只是啊中共对外表现出来的政策的不统一、不一致，或者叫不专业吧，太过明显。但是呢，也明显，就是不管怎么变，拉拢俄罗斯、伊朗这样的国家，然后对抗美国，无论他表面上怎么变，这都是他政策的根本。变来变去，就是在于北京想怎么在国际场合表演的问题。而北京对外的咄咄逼人，包括在台海议题上的强硬，对西方国家影响有限。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依旧出现中华民国国旗与中共五星旗并列同框的现象，而且台湾还在2015年以来呢首度被邀请参加了这一国际安全峰会，所以呢那旗帜同框的事不是意外，而是西方国家的一种表态，一种对中共扩张的抵制。而且呢中国人也在用脚表态啊，今年年初这几个月不断有美国媒体报道中国人从美墨边境尝试非法入境美国的人数暴涨。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仅在今年一月就有1000多名中国人在美墨边境被捕，是去年同期89人的超过10倍，甚至达到11倍。美国福克斯新闻2月17号的报道说，那目前呢每天有15到20个中国人从美国南方边境进入美国，这可能还是说的少数啊。那纽约邮报则报道说2022年最后三个月非法闯入美国南方边境的中国人达到1862人，是2021年同期的超过7倍。这么多中国人选择背井离乡，哪怕走这种险途也要润进美国，正是对中共统治最诚实的打分。而这种进入美国的方式在正常途径出国难的情况下，估计现在呀有更多的中国人在尝试。好，那欢迎大家关注我在干净世界上的另一个频道。那现在呢我们是干净世界还有 YouTube 同时发展，您在订阅 YouTube 的同时呢也希望您支持我在干净世界上的频道。那更多的节目信息大家可以看我的置顶留言。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